时时记起七章这一节，耶路巴勒超几天，他婆子在跟随的人早上起来，在下列城旁安营。米甸人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贡，你耶和华对几天说跟随你的人过多，还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，使我们刺激的就救了我们。三，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先告诉，凡只怕胆怯的，不可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直线下日万人。四，耶和华对基天说：人凡是过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后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，我点水说。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你就可以同你去。我知道谁说，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嗯，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凡用石头填水，想救田的，要试他；但站在热处，凡跪下喝水的，也要试他；但站在热处。六，意思用是帮助填水的，人要300年。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七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我要用这甜水的300年救拯救你们，将每天人救在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。这300年就带着食物和各，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就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，只留下这300年，每天在他下边平人里救。当那家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：起来，下到米甸人里去，然我已将他们交差你手中。十，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仆拉下到那里那人里去。十一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要胆量下去供人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仆拉下到人旁。十二，米甸人阿玛力人和一切东方人都不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。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十三，几天到了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：我做了一梦，梦见一个太马便困于米甸人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冲倒，帐幕就翻转沉覆了。十四，那同伴说：这不是撇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的约束的日子，几天的多。上帝已将其每天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十五，几天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上帝。上帝回到以色列人中说：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每天的军队交在你手中。于是几天将300年判咗3对8国和公平教差各人的少利，平女就藏着火把。十七日，本部他们说：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都有人的旁边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十八，我婆子在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人内施媒吹角，喊叫说：耶和华和基甸的多。十九，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处，才返更的时候来到人旁，就才各打破烧中一片。二十，三堆人就到才各打破片子，坐烧那坐火把，要烧那坐各喊叫说：耶和华和基甸的多。二十一，他们在人的四围各针各的地方，全人的人都乱窜，300人立刻使他们逃跑。然而300人超脆角，耶和华是全人的人拥到互相结杀，逃到士里那的伯哈斯塔，且逃到靠近塔巴的阿巴米河啦。二三，以色列人就从纳塔利、阿撒和马纳西全体七十来追追赶米甸人。你是基甸打发人照片以法人三次说：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，前线把烧约旦河的口，直到
巴巴拉以色列百人的众人七十八宿，约旦河的渡口直到巴巴拉。二十五，作出了米甸人的两个数量，一名俄力，一名示以巴，将俄力杀差，俄力盘杀康，将示以巴杀差，杀差示以巴的酒家那里。最近米甸人将俄力和示以巴的数量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。